怎么读那么久？我也不知道哎。正在连接网。好了好了。晚安。哎，你打工等级越高，要的金会也会越多哎，你知道吗？知道啊，他就是。他就是那个打工等级越高，增加难度啊。但那一场就很多，一开始有。你那是什么？独当一面的吗？不是、欸，我新手而已。啊？你只是？我只是一个半吊子吗？没有，新手，新手。啊？我怎么没有？我没有过新手哎、欸，为什么你没有？你直接读到你是新手在还是半吊子吗？是半吊子之后才是新手吗？哎、欸，我直接独当一面了哎、欸。为什么？我不知道。他是对你评价有点错误的认知。嗯。而且我死了，真的。两天很累隔壁，在你隔壁。好，我回来了。
还少三个，这边就两个。少一个，少一个。啊！啊！感觉到有难度了。没有。位置好差。你都有在开大的吗？没，我只是忘记有大招这一回事。啊，这样了，要开呀！打工时间到。大招的次数会恢复了。一场只是两次。你的一场是一回合还是一整场？三个回合两次。轻飘飘的实况组，那是什么？哇，很好欸。有这种称号？我干将超多的欸，你看。我在你后面，大哥。在你前面。
到这里，武功吗？拿这一只哎、欸，天啊！我来救你了！不高。地板有一个有金蛋，是这个吗？金凤蛋啊！啊哈，又是这个，不会玩，不会玩，对啊。打打那个打，就是这个。再打，我感觉我们家队友进攻没在打，可能不懂吧，太黑糖。要换武器哦！完了，我就不会过了。就哦啊！我们也没有别的办法。不会过。场地好小。我在下面，我在下面。
他位置，我们看到了，他在柱子上被咬死啊。啊，至少提升了。没有哎、欸，我没加哎、欸。你为什么没加、啊？表现太烂吧。这不该是独当一面的战机。这不该是你的实力，你的实力要再好一点。被队友害死。弹药被偷走啦！天哪！救了一颗弹。按通知啊，按发话，你这哪里啦？不按，不按下。按下是真的，我按。一样啊，随便拿，按上啦，现在啦。你这，我怎么知道你在哪里？我用我们心灵相通。没有。你怎么这么觉得？我以为。啊！怎么又是这只？死了啦！
关枪。对面喽。下去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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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跟你就没赢过了、欸。有啊，有赢过啊。有吗？哪一场？啊、上一场、啊。上一场有赢吗？横纲哎。不包含打那个横纲。哦。也是哦。横纲吧，就是有呢。我把横纲都送进去，啊、哦，完蛋了啊！那台车怎么那么无情？哎呦，这大招不错哦！白痴！你看到了是吗？哭了。有一颗，有一颗像球的东西。然后是麦克风。
在这里。冲冲冲！他刀不要死了，他刀不要死了。不错不错，没事，但是没加分数，好烦。嗯，为什么没加？哎、欸，对，我也没加、欸。对啊。我的转到表现太差了，是不是？好，懂了。我刚刚全部四千爆。我们都是刷帽子的啊。所以我到现在还没开诶、欸。你还没开啊？对啊。它是一样两天更新一次吗？对，就换地图啊。换地图了。我们玩之前是另外一个地图啊，就中间一个柱子的那个，我们练习模式的那个地图。哎、欸，追谁？怎么那么多、啊？他会追一个人。追你，是追我，那我跑。GG，死定了，死定了，死定了。好分数喽。从船上就要小心，会成为目标。什么船啊？啊，我丢了一颗灵吞。完了，落地成盒。对。
那边。天色又变黑啦！龙卷风往那边走，往那边靠，往龙卷风这靠。龙卷风是干嘛？没有打这个，打这个，然后我们要运送到东边去。风模式这样，我在这边每次当传接球的。嗯，他怎么死掉了？欸，他很伟大欸，他那边丢欸，他就一个人欸。欸，丢的不是我吗？你在那边吗？我就是在那边丢的。哦，误会了，抱歉。对，我那边都没看。欸，这什么？什么？雾？丢雾而已吗？完蛋。震塌了！救我们！对呀，你后面有三个。哇，他偷好多，他偷走好多。蝙蝠，他追我，蜈蚣在追我。
差点灭，天哪！一场两个特殊事件。他手汗，玩这个比较容易出手汗，对战就还好。我今天早上玩都没有。哦，我今天又没加。我玩这模式比较容易出手汗。在想会不会是我的称号卡到你了，就是我称号太低，然后你无法控制。没有吧？要不然你一直都没升，这样不是也没升吗？那我会降啊。不然你会降啊。原谅安。那也不赶快升上来。我努力了。哎嘞。我很努力了。你没感受到我努力的样子吗？没事没事，我们看结算，很棒。我掉回半吊子了，番茄，我要自己爬。哎，不是，你这只能怎么会掉啊？天哪，只会掉不会升啊。看来我不是来打工的，我还赔钱。天哪，好可怜哦，番茄，我好可怜。那个就不用了。啊？我也升上去了，我到现在都还在新手中。不是从我从上面掉下，你是不上去这个一样吗？你可以再爬上去的，我相信你。
可以练。这一个喽，这里喽。你为什么不马上爬过来？我马上过去啊！我说另外一个啦，那超远的。这飞弹真的很难死，你说要赶快打掉啊！哇！啊，继续降，继续降，来，继续降，给你降。你就继续降吧。奇怪，早上到底玩了几场？谁？你啊？蛮多场的啊。难怪。有输有赢，但是不会到第一场就输得这么惨。可是你三场结束也一样没加，只会降啊。啊！又是那只，又是那只捣蛋的，又是那只捣蛋的。没炸弹，没炸弹蹲啊！我看一下。你后面有人，你后面有人要救。你过来，躲下去了。这个你倒是走过来啊，哥哥。哥哥，你在游泳啊。哥哥。等一下，他是故意的，开始怀疑了。一下就好啦，这个靠近一下，它往下盖。啊，你是如果真的射不到的话，你就这样做。完了。算了，不要打工了，我不打工了，我不打工了。你故意的、啊，没事，啊一样啊，我就是不打工了啊。如果他故意的话，就不要打工了、啊，好了。
打了，不打了，不打了，打工好累哦。要不要先把转蛋开一开啊？啊，也要离开这里啊。组队不能开转蛋呢、欸。那我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，射墙壁然后直接跳河的那种。直接表现。射墙壁直接跳河，他是想要爬墙吧？没有，他是故意的。包括他刚刚他死掉远离我们，也是故意不想让我们复活。哦。然后开场就直接跳河了，我有看到。确认报酬。哦。哇，三个的哇，好好好，三个帽子啊，三个洞的帽子，好好。我的帽子哎、欸，哎、欸，啊，我怎么选那个？哎、欸，你看，嗯，三个跑速的、欸，你要不要？你要不要当那个滚筒算了？单跑速还不错哎、欸。啊，我换掉了，北七，按错了，我按错了。你要不要使用碎片？是不是？对。再见了，跑速。跑速没了。哇，滚筒没了，拜滚筒。啊，欺负人喽，被欺负喽。你开了、啊？我开了。你看一下你等级几段？快要顶亏了，没了，就掉了。啊，反正转蛋都难玩了。所以就明天再打。我不要还有机会了。两个狙击，好虚哦。对面吧，对面。
让我出去。遇到队友在家里挂机不动也蛮烦的，如果像刚刚的情况的话。而且他对战算蛮佛系，就是甚至到我们挂机就直接直接攻。掉进水里面了，是的。有信号在这边，直接传信号。哎，不要不要传，会死。哎，灾啊！没事没事，有玩家在等待参加，谁？谁啊？谁？你这边只有看两三个日文。对啊，那谁？这又是谁？聊天室是不是你们要自首吗？还是路人？不知道、欸。路人不可能加，只有我们的好友才加。这是谁？
边的吗？还是我这边的？所以不是你这边的，这个关重开啊。究竟是谁？不知道，我也不知道。看完都继续了。我没有啊。诺音在玩，六分钟。你要问他要不要玩吗？不要，你问啊。对啊。不知道哎、欸。问一下他、啊。那所以，好吧，跟别人玩啊，我也不知道、啊。等一下、啊。一杠五没送。这是我骗的。一直拉线。我上线都在玩师傅拉盾。啊？我这边上线的都在玩斯普拉顿，但是我这边的人看到有类似的，
我说怎么可能都是我这边的？可是我也不知道他是谁。好，没理我。你开吧。好，我先去买，把那件升到三口好，不然的话3万块。不然当时候遇到蛮苦的装备。应该还没转，但我转一下。有密码哦。他说不能语音，他工作。哎，你很。杨月月很强是不是？是不是该带一下
居然埋这里。用的陀螺仪，我就真的瞄不准哎、欸，不是很正常吗？哎、欸，召唤图哦。啊？那、啊、我先进去。妈的，第一门叫你先进去不进去，快啦，番茄。又安安，你们是没人讲话吗？没有啊，没有啊，太认真玩，不是说说过不会讲话的吗？还记得吗？我昨天讲了什么女人？好好的。哎、欸，玩得很开心吗？那一把？哪一把？快乐吗？花子啊。好啊，我还在练啊。我说你玩得开心吗？开心啊。我喜欢看，看我。我喜欢看这种。我在开台哦。我想看的是人妖。你在看看？是啊。没有人妖可以喝一下。杀碎啦！阿根，你在左边。哥，来。哇，我没按到，我怎么按到跳了？安安，欢迎。你家里啦，死了啦，死了啦，疯了啦，完蛋了。
其实还蛮奇妙的，对不对？OK， 太奇妙了，三角蛋。我因为我杀到敌方家里面啊。我刚刚最后三十秒在对面加图画。对啊。一心安安，利人安安，成也安安。蔡月伦安安。九杀哇。地上一个孔开出来了。炸弹，我没在用炸弹啊 ，Hello。你也在开台？没有，我没在看啊。为什么你在炸弹？就是那个，我的衣服开出一个炸弹， oh. 炸弹的那个技能。所以你是这把枪没炸弹啊？我本来早早有开到一个都是跑速的帽子啊，但是我放弃掉了，我很难过。再见了，三孔的帽子，三孔，然后三个跑速。容易冲，容易冲。好，没了，大招没了。有口安安。家里，番茄冲。有个大人，大人。我们怼他，哎，我们拉好，拉好，我们隔壁，这边是，我们啊，我们后面，超嚣张！
这款不是会晕吗？还好哎、欸，就是我现在用的模式是会晕没错啊，我就在熟悉啊，因为它可以用类比移动画面，或是用陀螺移动画面。遥感应该还好，哪有？组件不是更好吗？这个组件玩家就回不去了。好，蠢蠢，你那边给我留言腹肌的那张照片，我看到啊，你就小心一点啊。弄一好猛，我来了，弄一我走了。但觉得有点就有反击，你就不要那个啊，不要用陀螺仪就好了。不理他。棒，龙鹰很猛，龙鹰很猛，疯狗哎！哎呀，我这场好猛哦，我自己都吓到哎！我这场好屌哦，我杀了好多人哎，好开心哦！那我来看看你多猛。啊，诺主播站队了啊，队长。阿沙一死四助攻，阿诺英呢？等一下，七杀一死零助攻，哇！我才二一二。对面怎么了？不是，哎，死亡一死，不是，对面很惨哎，没有，对面真的很惨，对面的死亡数都超过五哎，那一定是我们诺主播变强了。靠你的诺主播，诺晕，加油诺晕，滚筒大师，要到三点哦，我的午餐，哈哈，臭掉酸掉，放了两个小时，对面不是 AI， 那是大招击杀哦，是哦，啊那个嘞，啊第一个第三只是什么意思？我以为是杀人，那不是第一个不是就杀，第二个是被杀吗、啊？哪个是大招击杀？应该是第三个哦。
啊，没有助攻哦。助攻我就不知道。哪里哦？我来了。是啊。啊，还有一个。诺主播，冲啊！诺主播，我精神与你同在。诺主播。是这个 S， 我在前线一个人杀两个。你加油，你加油！家里救救我们！对，家里不用怕，我不准你回来。你在前面发展的这么好，你就不要回来了，好不好？长出翅膀就不要回来。对啊。诺主播加油，我要来了！诺主播，精神与你同在。两只哎，家里养。这主播还是很在里面呢、欸。诺主播，我们会加油的，诺主播。哎、欸，行，这个枪哎、欸，这个 S 很 S 哎、欸，很强哎、欸。我要从你打赢了，哪里死？哦，是。诺主播，你有死过吗？诺主播，你回来了吗？刚死完，死两次。哎呀！大完蛋！拖过去！看我们有十秒可以突！哎、欸，不好意思。没事，你就继续炸 ，S 你就继续炸，诺主播加油！觉得来如何，诺主播？好像有料哎、欸！哎呦！我要看诺主播又杀几个、哎。没有，我这次杀很少，但我死蛮多，没有我都在拖地。没有仔细算过，助攻没有算到。第一个里面，肯定的啊，所以第一个是击杀，第一个死亡，第三个是大招击杀吗？不可能啊！不可能啊！我应该大招次数，我普攻怎么可能会杀到人？我从昨天晚上现在普攻也才杀一两个，阿克都在第一名哎。哦，第四个是技能击杀，我看到了，应该技能次数吧？我的大招不能杀人啊，只用技能次数吗？我们家很平均诶，妈每个人都杀四个，一人四个。因为我刚刚一次大招都没有放过，所以我的大招数是四个。哦。看到了。啊，自以为啊，那个主播不行啊。开大招啦！十二开大啦！啊，没中，没掉，十二空大了。有狙击！
那你家看哪个这边？又怎样？感觉还蛮好玩的这场，我觉得微妙，我觉得还蛮好玩的。你还在用那个吗？陀螺仪哦？没啊，我改了，再用陀螺仪我就晕了。我大不了就是把那个灵敏度调低一点就好了。他等级真的是很难。梦音妙棒，我看到了。冲冲冲冲冲！但这边都没有人，太棒！容易冲，容易冲。容易冲。哦，对对对对对。我真的不打到。
微妙，很微妙。哦，有啦有啦，可以。诺音说有就有，看吧，就说有吧。哎、欸，我先这样，我等一下回来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等一下休息哦，我去楼下吃饭。还是你要现在休息也可以啊，也才十分钟而已、啊。可以，你也可以下去吗？非常非常啊。吓死我！我想说，刚刚怎么跑出八个人在这？啊，晚上会再开，但是开什么不确定，但十一点后一定还会再开。十一点后？嗯，因为有约。哦。我要逃冲，没了没了没了，没了没了。噔噔噔噔噔噔。哦，有料有料。他没有营养奶吃。左上角有人吗？几点啊？对啊，好喘，好喘，对啊，为什么会喘？因为你刚刚说家里有人，然后我把前面清一清之后，我竟然把大绝往家里丢，就发现只有一个人，然后就想骂脏话，你知道吗？那时候家里就两个人在那边呢，没事啊，休息嘛。
欸，还在一场，还没三点。好，你想休息对不对？没有，你刚刚说最后一场。哇，我很听你的话欸。我要投来喽！现在没看到人。右左边有一个滚筒，对啊，对，有一个滚筒啊！在对面加图是不是？嗯，我在手，我在，我刚刚杀到对面了。技能击杀有算在击杀里面啊，对，最右边是使用技能次数。你看我技能使用啊，然后现在看不到，粘掉了。没有啊，为什么你的接受画面会那么快？不知道哎、欸，还没啦啊，现在才有，对啊，刚刚上一场是五次啊。哦，所以最后一个就真的是技能次数。嗯，啊，我按到那个，这样，继续，然后直接退出。好、啊。好了，感谢各位今天下午晚上，我看看有没有晚上可能也会继续玩这个啦。然后只是十一点的话，可能会先关台，也可能直接十一点继续接着开。十一点是 Bobo Joe 就是要唱歌。如果晚上十一点
之后要来玩的话啊，有歌可以听哦。哎，好啦，就这样啦，感谢各位，我去吃饭了，大家晚安，大家好好休息。我看可不可以带去啊，带去 UFO 的台。哦，不行，他的声音真的太好听，会融化的那一种。我晚点再去打一下工啦，欸，因为我想好好知道到底究竟为什么会死成这样。嗯，啊 ，Joker 再讲一次生日快乐，虽然过了，啊，这次没有唱歌，嘿嘿，没时间，大家都没时间。UFO 可以带吗？不行，又是不行啊！好啦，原地解散，各位，拜拜，原地解散，哼。